模拟类的游戏啊，嗯，那普通玩家选择最多的角色是什么？嗯，都是选狙击手，每个人都喜欢的。然后自己的位置很危险，人马上来了。其实他这里第一辆车没有击倒，哎呦，差一枪。关键他是被包围的一方啊。是的。牛 happy 是从来不怂的，就是。是。幻神直接开车回来，哇，这个要出事啊！这甚至连开枪机会都没有。出事了。TMA 和 GFY 也是又打起来了。这波 U Happy 更像是，与其说他是堵桥，不如说他是被 KRG 咬住了屁股，小放了两枪，走了。就因为看 RBS 人明显很多，是。明明甚至在这里换了一辆车吗？没有，他只是在桥头兜了一座桥。啊，还有人在堵桥。对，就是这里人多得很。小虎过来倚了一个，很准哦。但自己也很危险，一丝血开到桥下面，开到河道那边去打个药，能玩还能玩。是的，那 Jeffrey 到底咋了？在左下角，他被 TMA 打，然后被 DDT 打，被卡住了。是的。啊！继续关注正面。刚刚我看啾啾想救人，结果摔下去，把自己摔得大残。那现在 RBS 的位置很堪忧啊。其实我跟你说，圈来了就吃机位，撞房 DT 和 SMS 4M 在外面，是的 4M 在山上，这波如果外面的人倒了的话 4M 就有机会 K 头， 4M 现在只要等就好了。是的，击倒一个鹰架在半坡被击倒，那就完全没得救。好，另外一边的话 TMA 跟 DDT 也在打，哎呦 4M 在爽冲外围的人，是的，4M 可能想顶，但实际上这个时候顶还是蛮有风险，过点会很危险。他走到了 Ninja 的那个附近，看清楚，一定要看清楚，对，千万不要急着去贴脸。然后马上清到楼顶了，119是直接处于一个被闪的状态，打闪，先清的是三楼。另外是 KRG 是沿着海边的那条路，然后走到直接补掉第二个，他知道自己走不掉了。是的。其实队友冲的时间，我估计队友就是因为怕就是连续被喷倒，所以等他喷了第二喷，对不起112了，没办法。嗯，为了大家不兜倒啊，不形成那种葫芦娃现象，羊皮倒地。另外一侧的话，这个白房终于是打起来了，天弟弟在外围对二楼阳台的人形成了击倒，并且补掉附近，所以没事。那边确实是动静太大了。对，靠，快走，快走。好，蓝圈那边还没有打完，现在是2-2，拼陀螺两个，然后再开车。富恩是不是到了刚才十七那个采购的位置？他想继续过马路，路上被倚了一个，继续双方互相倚。前面的房子有人了，他进到石头镇里面。石头镇其实有一个满编队 CDG。CDG 的火力应该是不好进的，进不了。靠近了一下，但是还是走了。龙凤学院立马转了一下车的方向。他让悟空先去跟天霸移了一波，这个时候可以来了呀。你是碾过去都能碾死。对啊，这个时候可以来了呀。来了。打完了已经。来了。是的。来的时间刚刚好。悟空剩几个？悟空剩两一个，还剩一个伯良。是的。伯良打一个，打龙凤拳落地。好，没问题。是的。这边刚才 4M 那手停很精髓，就他发现有个队伍开在他前面，我就让这个队伍先去打。对对对，小左拿了把大狙。哎呦 ，DT 都跑到这儿来了，跑桥头来了。DT 他更靠近桥头，把他干什么都慢一拍。对。就他现在就一直腿着走的话，他去到那个大白楼发现什么都没有。是的。DT 也。雨现在只能看就马路的这一侧，啊，萨萨去帮他看海边，但萨萨其实他这个过点也是被烟雾挡了，遮挡了一部分，看到人了。哦 ，RBS 是找了辆车，雨好像他海边处理不了，海边每次漏的不多。是的，海边这个人其实就是在看天路，这两个人在什么哪个位置，哪个房间有几个人，不在圈的。看一下十七，飞车雨地挡掉一个。倒两个速九，而且开过去之后这样两个队友都不太好扶了。是的，位置有点危险。速九脸上有一颗雷，但是很远。侧身拉了个人，有人在移，倒了。
还有一个兄弟呢，还有兄弟才来，姗姗来迟。对，先捏一颗雷，这应该是靠着队友的爆点，然后远远的捏了颗雷，十七也没了。实际这波协同打得挺差的。哎，这颗雷还可以，但是伤害差一点，没雷了，应该是走了走了。这波协同打得很差，实际上这波团战里面没有发挥什么作用，因为隔着一座山也不好架枪。这 RBS 跑了一辈子，还是被淘汰了。现在摸一下张哲的包，这种感觉。实际上甚至还击倒了一个，趁对方进圈的时候，这是打一枪换一个位置啊！哎，龙宗拳被炸倒，龙宗拳二倒 ，CDT 摸过来，这个信息没有捕捉到，阿维也倒了，分雷手文泰来，第三颗，这是瞄着永远来的，永远差一点就被炸倒了，永远位置已经被锁定，直接被爆头击倒，泡泡一穿三，分雷手文泰来，泡泡，泡泡真的是一颗雷炸一个人，是的。很精准，屁股后面没看到的摸过来了。那他的位置最后还是被 CTG 拿下了。好，明明这里被六幺给清理掉了。然后独狼现在都差不多了，已经是被清理的。是的，现在只有张金海，小海是。谁不服？喂、哎，这是小左，这是小左，也是 AWM， 没有，场上竟然有两把 AWM， 而且都是消音。真是要了命了，这个时候 DDT 第一反应就是房子里面的是 Perry。可是刚才这个位置的有产生过，消音，但是这个位置他有淘汰过人啊，比谁都强。一梭子两梭子下来啊，雷声挺大的。话说回来，你不赶紧打，等会儿你就没机会开枪了。是的，又是 AWM。是的，这 DDT 这，哎呀，你这个位置切的真的是。打得好不如接得好，张金海多混一分。是的，牛起来了，小海。张金海正在精心挑选下。前面刚才 DDT 已经没了，那确实也没有，除了天路，他应该也打不到其他人了。是的，暂时。哦，北侧现在只有两个队伍了 ，CTG 和 Perro。就 Perro 的位置的话，就是你看要不要早期去做点事。那 CTG 也是一样。Perro 现在。就在犯罪，你知道吧？他在做一件可能会让他吃不着鸡的事情。现在，他觉得，他想在这个圈把 CPG 给打。是的，南边的话已经开花了，我踩的过点直接被骄阳击倒。萨萨看到了 two tap， 再出手，然后玉和聪聪顶了，但是萨萨架枪的倒了，二打一。还好这过点没倒。AD 在打天，血量上太低，两个人一起压二打二，但是 AD 同时也在输出。赶快站起来。骄阳帮忙打了一个，骄阳甚至都还没有扶起，哎，他哦，他倒了，他倒了，他把萨萨扶起来了，现在还开下去最后一个人。哎呀，他打完要直接站起来打，这样的话前点全部扫地，天路。是的，开下去甚至还有机会可以扶。那佩柔一看，萨萨出来了，我这个火扔出去了还是烧到了吗？烧到了，烧到了，看一下。CT108能扶。能保一个不错了，现在主要是北部他一直没有打完 CTG， 刚才不太威胁得到 Perro， 所以 Perro 还是没继续盯住天路。现在哦，这一下哦哦，连续近点两个人全倒，现在只有还没有进圈的林强。是的，但那现在把重心放在天路身上了，是天路动了，没再打，再打萨萨，然后那个选择的是去扑 CTG， 先把 CTG 给扑了啊 ，OK。那 AZA 这边要拖一下时间，拖一下时间，哇，顺爆雷倒是捏得很准。四打二，九幺应该想扶。哦，扶人的人倒了。黄一鸣。AZA 匆匆绕到 AZA 的侧身，有一个击倒，但是黄一鸣也看到了匆匆的位置。是的，匆匆应该是最后一个战斗力了吧？对，匆匆还想要去再换一点点自己的所在的角度，两个人去冲他一个，长龙加上小左一起冲他。来一个飞天大射，两个人一起冲没有机会的。是的，这个角度。恭喜 Perro 十一杀吃鸡，这个。